难怪有人说兵马俑是用活人烧制出来的，直到看到这个兵俑头颅才知道，这才是兵马俑原来的样子。真的有点担心他会突然间说起话来，因为这是自秦始皇兵马俑坑被发现以来，唯一一个颜色被保存最完整的兵俑头部。最终这一发现也震惊了整个考古界，后来经过专家们使用特殊的药水，才成功的把陶俑原本的鲜明颜色给保存了下来。再来看一下这个陶俑的脸颊非常红润，眉骨清晰，轮廓英俊，双目有神，跟真人没有什么区别。当年工匠们在制作兵马俑时，把每一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，连发际线、眉毛、鼻子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只有它的颜色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呢？而其他兵俑在刚出土时，颜色都被氧化了呢？由于这个兵俑的头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，可能正好避免了水分的侵蚀，以及周围环境干燥，才使得这个兵马俑头部原本的颜色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。因为大部分兵马俑在刚出土时都是五颜六色的，和真人一模一样。据史书记载，当年秦始皇的兵马俑都是按照活人的比例1:1还原刻画出来的，每一尊兵俑都拥有独特的面貌，以及服饰和姿势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每一尊陶俑都是经过工匠们精心制作而成的，特别是陶俑的身体和头部，最初是分开制作的，完成后再进行组装，然后再把它们放入窑中烧制，再用天然矿物制成的红、黑、绿等颜料上色。但由于当时兵马俑出土时的保护技术并不成熟，才导致了所有的兵马俑在刚出土的15秒内所有的颜色都脱落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兵马俑全都是土灰色的原因。